俺家老二的数学卷子考试完忘带了，老师让订正错题了，找不着卷子了。你说这个糊涂蛋，找着吗？找着。你不是说都带来了吗？你的书包嘞？书包那边阿姨帮我保管着。俺这是刚补完英语课，数学考多少？80。才考80？前面十都不到，考90嘞，差不多。那那班的咋考的那差？因为大概都错在那个计算机上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说这分数还能看吗？英语考94。补的才考94，啥叫补的才考？这计算题也能错，这个应用题全错完。我的天，这边四个应用题错了，你看这用修正的咱们，这黑压压的一片啊，这是，这咋每个都扣6.5啊？字题以前都夸你的字题写的好看，现在咋回事你是？因为他这上面没圈，说明应该是对的。俺家老二欠唬了，朋友们，咱把卷子拿回家让恁爹看看，看恁爹唬你不唬你。唬人得先让我吃饱饭，我要吃汉堡。就考试这分数还要吃汉堡了？你刚刚答应好了啊，说话不算话不是好妈妈。那你考试考的不好还不是好孩子嘞？有道理。考试考不好能和说话不算话一样吗？早知道你数学考成这个样子，我都不应该答应你给你买汉堡吃。有两个下包，两个下包是吧？嗯。好，加俩下包，12哈。还要饮料不？要一杯可乐是吧？14。我都下包好了，我要在路上就把它吃完。就那么迫不及待吗？我说到了家里吧，你看看我的成绩就不让吃了。啊，真香！快点！大虾仁儿，全下包12块钱俩，贵不贵？朋友们，我一眼就差一杯可乐。还看手机，跟明儿的卷子。啥意思？那不是在车上不敢下了。过来。爸，我昨晚下回好好考，而且这一次同时考的都不好。那人家都有考好了。哎，都不好，你看你这字，真的简单的这应用题你都能写错，太急了，太急了，你干啥来？太急了，还在那做什么站着？能错能错吗？我跟你说，上月，从今天开始，一天做一张数学卷子。我不懂，小学作业还写不完嘞。一个小学5年级，前天你学校的作业写错，你丢人不？反正我不懂，下回好考就是。还犟，挨不到身上是不？给他带卷子去。那爹让你做卷子也是为你好，知道吧？白降了，再降爱身上了。这一张卷子给你90分钟，快点！90分钟，你咋不给他2小时？快点！你又拿快手的，我都给你计时了。掉泪了，你真厉害！一书本都糊哭了，又不得乖乖把卷子扔了。看看朋友们，这小脾气发起来也是没谁了，打你不应该是吧？考这些分该打不你？哟，还乖乖的拾起来了，谢，这里疯疯癫癫的，呀呀，哎，这爷俩来，把杯又丢了，你这是拾个西瓜丢个芝麻是吧？丢个芝麻再拾个西瓜，哟，敢打他爹？呀，你无法无天了！你看那手扬那么高有啥用啊？就是不舍得往下下。